嗯，我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妈，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们。那我也表明我的态度，这毕竟是你的私事，我不再多说一句话。您这时候不能不说话呀，妈。 您到底是什么态度？您得告诉我。您哪怕给我个祝福，我也明白您什么意思。我就是再不情愿，到时候我也祝福你们，行了吧？到时候到什么时候？喂，您现在等于是没有态度吗？您爸，我也表明我的态度。没没没，你什么事儿？我问您奶奶。什么叫没有我什么事儿？我的态度比奶奶还重要呢。 您要是娶了她，那她不光是您媳妇儿，还是我后妈呢。对，我的态度极为重要，比奶奶的态度还重要。对，好，那你改变态度。我的态度就是，任何人都行，就她不行。对，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不喜欢她。为什么呀？那不喜欢总得有个理由吗？喜不喜欢的需要那么多理由吗？我就不喜欢她呀，对吧？对。 不讲理吗你？哪儿不讲理啊？不喜欢他。好，那既然你们都这态度，我不想逼您啊，妈。哎，谁逼你呀？ 多多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做继母很难，你自己考虑好了没有？我其实，在跟大叔刚决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想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我就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嘛，只要我对他们好，他们肯定也会对我好的。所以我有信心做一个好后妈、好妻子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重组家庭真的很复杂，你要面对一大家子人，老老少少的，真的很难。 我是过来人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。那你看，我跟你还有钱大叔，我们非亲非故的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是你们把我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。那你说我把大叔家的人都像亲人对待，他们肯定会对我好的呀。对，昨天晚上我跟你钱大叔聊了很久，他的话我觉得也挺有道理。 他说什么？既然有的事情越反对越糟糕，还不如让它顺其自然，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玉姐，你支持我跟大叔在一块儿了？你的感情捋不顺，我的剧本怎么顺利呢？哼，所以说我要去找你的温大叔好好聊聊，别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你的工作，耽误我的剧本。 谢谢你，玉姐，你的祝福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。可惜大叔的家人现在还没完全接受我。所以说，你和大叔的路还长着呢，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。不过，你认定的，你就去争取，也许像钱大叔说的，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嗯，好。 淑萍啊，吃饭了。淑萍，吃饭了。哎呀，我妈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吃。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 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吧。
吃早饭吧，淑萍。你早饭也不吃，晚饭也不吃，你身体受不了啊。 是许小姐吧？我是淑萍的妈妈。医生，我就想整成这样的。啊，要是整成这样，真不知道要做多少次手术呢。这个过程非常漫长，而且费用也……医生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家刚拆迁，我不差钱。 我知道你不差钱，可是整容要遵循规律的，这也是我们为你负责任。你们医院打的广告不说是国内最好的整形医院吗？你们医院还说你是全院最好的医生，怎么了？做不了？做不了为什么广告上还吹牛啊？你这不是在欺骗消费者吗？整形呢一定要依据自身的条件，啊，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做漂亮了。 可是每个人基础不一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的基础不好吗？还是我长得太丑了？不不是，我没说你长得，而且你长得也不丑啊，是吧？可是无论如何，不能以这张照片为依据。他是他，你是你吧？可是我就想要长成他这样的，你说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去做一下全面的检查。 然后我们会为你拿出一整套合理的方案。温大夫，您就这样打发我呀？我这可是冲着您来的。哎，我不是打发你，我该解释的已经都解释到了，希望你配合。只要你能按照我的要求来，我肯定是配合的。好啊，那就请你先去做检查。我是很健康的。要想做整容啊，需要做很多项的检查的。 首先是血常规、初凝血，其次还有心电图啊、肝肾功能、胸片、乙肝五项、传染病等等。这么麻烦？对。女士，这边请。好吧。